未来七天内偏财捞不完，苦日子终于熬到头的盛夏。心小了，小事就大了；心大了，大事都小了。看淡世间沧桑，内心安然无恙。大其心，容天下之物；虚其心，爱天下之善；平其心，论天下之事；定其心，应天下之变。大事难事看担当，逆境顺境看胸襟。有舍有得看智慧，事成事败看坚持。生肖兔，生肖兔之人最近一段的花销比较大，家庭的关系不得不去过多的照顾，使得他们做事情可能会因为金钱问题而捉襟见肘。但是从下周开始，这七天内能够改变自身的财富运势，不仅正财的得到变得非常的顺手，而且偏财的到来也是让人意外。这段时间你们适合进行财富上的投资，这会让你们有更多的机会成为富豪，从此花钱不愁，不用再过苦日子。生肖马，生肖马之人对于财富的感知总是很敏感，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华赚得一大笔财富，在贵人的帮助下能够赚得很多的钱财。未来七天起，生肖马之人将会实现自己的理想，改变自己的生活，在事业上得到认可，做事情也能更加的顺心如意。他们在生活中的偏财运很多，能够得到一大笔财富，从此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，带领家人一起过上好日子。生肖猪，生肖猪之人在今年会得到很多的好运气，他们会收到来自生活中的好消息，让人精神为之振奋。随着未来的七天到来，生肖猪之人的运势会得到不断的提升，整个人的财富运势上涨，在事业上得到贵人的提携，能够成为领导的左膀右臂，负责重要的项目，从而得到一大笔财富。在未来七天内，生肖猪之人能够在爱情上收获颇丰，遇到喜爱的人，建立稳固的爱情关系，甚至可能会结成爱情的果实。生肖牛，生肖牛之人在做事情上格外的踏实认真，他们总是会主动的承担责任，并且并不会伤害别人，而且宁肯自己吃亏，也能让别人感到吃亏，因此生肖牛之人的贵人缘很好。未来七天开始，生肖牛之人能够在贵人的帮助下赚得大笔的财富，不仅在自己的工作领域能够得到一大笔奖金，而且在生活中也能赚得偏财，实现自身财富的增长。这笔钱财快帮助改善自己的家庭生活状况，从此吃喝不愁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7:19，日后有财神不请自来，七大生肖开门就见钱。生肖龙，属龙的女人生来就是好命之人。7月19日起，命里藏金，难逃发横财，大旺到年底财运一飞冲天，尤其是在感情方面特别顺利。他们天资聪颖，颜值高，琴棋书书样样精通，是大小姐一枚。他们今后遇到的另一半也会很有才气，家财千万，富甲一方。结婚后，属龙女完全不用辛苦工作，只需要安安心心坐在家里享福就对了，整天有花不完的钱财，就是这么的好命。生肖猴，生肖猴属猴人天性豁达，为人豪迈，并且富有远见卓识，一生都拥有不俗的福运。7月19日起，命里藏金，难逃发横财，大旺到年底财运一飞冲天。特别是在他们进入到婚姻生活之后，如果生的是男孩，那么通常代表他们的官运比较旺，
能得贵人提拔，而如果生的是女孩，也意味着他们的财运会猛升，能发财致富，衣食无毫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生肖牛，属牛的人7月19日起命里藏金，难逃发横财，大旺到年底财运一飞冲天，发展如虎添翼，心想事成，名列前茅。同时菩萨送福，财运多多，事业有成，必定会财源高涨，财库大开，家兴财旺，大吉大利。如果能遇到挫折不轻易放弃，最终飞黄腾达，财路大开，赚得盆满钵满。生肖羊，生肖羊的朋友7月19号财运最好，他们有商业头脑，从来不会做亏本的生意，运用自己的才智为自己谋的财富，打开属于自己的生财之道。7月20号财运最好，他们完成了一笔大生意，让自己的财富和威望都得到提升，以后的日子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了。属蛇，蛇年出生的人正财当运，水为喜，财为首，7月19日为偏财升官之日，表示属蛇的人官运亨通，在工作上有升迁之喜，财帛宫位入事业宫，表示属蛇的人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事业发展上成名立万，因职位的提升而获得大量的财富，未来几年他们身体健康，诸事顺利。生肖马，7月19号丁未日，丁火生未土，属马人机会难得，事业迎来小高潮，在职场将有小惊喜，工作更为顺畅如意。属马人个性火爆，属于急脾气，他们做事也是风风火火，个性鲜明，特点突出，有很顽强的拼劲。本月收入大涨，命犯桃花财，财运好到爆发，可以说是职场得意，家庭和美，堪称幸福之家。生肖鸡，7月19号以后属鸡人的事业也将迎来节节高升之势，本月属鸡人命带印星生身，运势非常强劲。属鸡人虽说今年比较被动，影响会持续很久，但是他们心向未来，努力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发展，不管多难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事项。7月下旬事业迎吉，桃花争艳，不光工作光鲜亮丽，感情也必和谐如意，令人艳羡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利等人，大愿就可以实现。